貪污受賄，圍繞社會各階層。嗰班咁嘅承建商咧，整極都整唔好。惩教署懷疑有內部職員受賄。啲金主點解肯同我玩啊？因為我可以幫佢哋揾錢。周文哲收咗龐文偉嘅錢去操控招標嘅結果，有班保險代理用不當嘅手法呃公司佣金。肅貪倡廉，全靠有 ICAC。及實佢哋，我哋廉署一定會竭盡全力，立即部署拘捕行動。台慶劇《廉政行動2024》10月19日晚9點率先製作特輯，緊接10月21日起星期一至晚9點半翡翠台行動展開。